二，对，明儿的吹那个黑球不咋？嗯，哦，那也行，我去吹啊。对，还没打说嘛。哎，二十几万，我不说了。现在辣椒也过季了，我来把这个辣椒根儿啊拔掉。趁现在这个好天气啊，赶紧拔，不然到时候我们这里打霜了就不好拔了。打霜了，它那个根冻在那个土里面了。咱们这块地啊，算比较肥沃的。每年这块地是种辣椒，收成也特别好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田埂上啊还种着胡豆。咱们这里的每一寸农田呢，都是在合理的利用，最大化的利用。像我们那些田埂上啊，也经常种一些豌豆那些，还有那个黄豆那些。我搞个萝卜吃一下。这个萝卜应该比较甜。上面的泥巴搞一下，看这个萝卜甜不甜了。它也有个方法了，一般就看这个地方，它如果是这种青青的颜色，它就比较甜，比较脆。把皮剥了，这个皮儿很好剥的，那一剥它就掉了。甜，水分又足。咱们这里啊有句俗话，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郎中开药方。意思就是啊，多吃这个萝卜对身体有好处。这个萝卜太好吃了，本来我还想吃一根呢，但是不敢吃了，因为这个萝卜啊吃多了它爱放屁，放的屁也比较臭。吃了。嗯。那要有水肉，我想想。刚吃着。他是我的一个苦瓜子吃。就不洗它。不洗它的牛。我来把火打开一下。
看老爸老妈妈，他把这两天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下了，我就带他们一起过来。你这一次过来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个正事要带你去办啊。嗯，好的。就是我们去长沙